打这个指法用的是右手的无名指指腹的方向向内拨弦，触弦的位置呢是在指腹的三分之一处左右。无名指这个手指相对于其他的手指来讲呢略为软一点，所以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可以对它相对多一点的练习，以增强它的这个力度和灵活性。